今天这个礼拜的奸商在这里，所以我去看一下他到底卖什么。人有点多，所以稍微顿一下。我分流换最少的。Safari in the Void has yielded spectacular finds, unique items for the Tenno of Distinction。这是拍照的场景啊，也可以啊，因为久久来一次，买一次是没差、啊。这样我先看一下，这个我这个我没有啊，这是真的枪吗？还哦、啊，这是真的枪没有错。然后右边这个是他的，右边只是卖那个 skin， 这个也不错啦，讲真的，免钱，那就是不用花太。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买的那个，是个人需求上还不是很需要、啊。如果你有要收集的话啦，披风我在游戏里面是，我在游戏里面是不太喜欢穿披风，因为我从以前 OB 左右那时间开始玩的时候，觉得不要装，就习惯没有披风的味道了。觉得穿披风太多，我是自己是看不习惯。Our position has been compromised. Defend the cargo. 我这一次带的是索马派，其实我比较喜欢索马。这两者之间在配色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我觉得像索马派这个地方啊，它整个枪身上面那一个。上面那一块地方，我就觉得很像塑胶啊，还没办法调的很像金色、啊。这 Prisma 菜刀也不错啊，讲真的。我的 LED 是我的 Energy 颜色是蓝色的哦，其实它也在里面也看不太出来。450这边等级比较高一点。叫我小咖猪啊！现在打完了。之前我就是我等级还很烂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也不是说等级很烂，就是我已经有这把枪，这把枪其实算以前超屌的，一个让我变成中手的分水岭的一个枪。那无奈就是我一直没有打到那个爆伤卡片。暴击卡片我有，就是没有爆伤。等下是不是在扣血？别叫他发了，我过来叫。你在里面不是这样？听他的枪声很多，现在都变成700多发了。以前其实子弹没那么多，以前其实备用弹夹没有那么多了，现在蛮夸张的。那个雷达也不知道是谁带的，感觉是我带的样子，又好像是，有点忘记了。我这有灌墙的，而且它还蛮屌的，可以用两颗球。以前是一定会消失一颗，不知道为什么变两颗。我如果这边再放一颗，一定是消失嘛？对啊。啊，喷歪了！现在有两颗，还不错。啊，完了！这样我可以取消这颗吗？哦，对，用第一招把我那颗取消。可是这样为什么会有三颗、啊？我已经取消三颗了。对啊，我总共取消三颗，可是不是只能放两颗而已吗？以前我还只有那个鱼骨枪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个枪。那时候在索马派，好像是索马派还没出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看到最强的枪就是雷戳派。那时候说真的，雷戳派可遇不可求啊，根本就打不赢，而且那个里面的那个神殿哦。那时候说真的，你没有研发那个工会的枪打不赢，那个工，你现在看到的怪都超硬的，你怎么敲都敲不死他。那时候鱼骨枪，如果不是快板的话 ，bloater 的话，好像攻击力是20吧，20几吧，20就加一加差不多24吧。
那现在的那个 Blood Pride 的那把枪是攻击力超过50嘛，所以就差很多。他差50，然后你50等于就两倍啊，两倍，然后再差一些那个元素伤害卡片，伤害就不得了了。基本伤害越好的武器，它伤害成长曲线比较高。然后每那以前就是都用那个，它不是有个网页是那个 Weapon， Weapon Simulator。那因为不晓得要配一些卡片之前，我都会去那边 build 一下 ，build 我的，顺便也 build Warframe 的卡片配置。啊，配一配，其实配到后面也没什么，也没什么再配了，因为我觉得大同小异，不用去配很快，因为卡片插来插去都那样啊。其实这把现在卡片插起来跟弓箭也差不多了，就是看你要不要改成插那弓速而已。因为弓箭要不要插弓速那一张卡片随便你，因为我们机枪内的。跟弓箭的两个不一样的卡片，就是说，我这个那一只应该是飞的吧，在哪里？然后找你。好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啊？应该是在飞的那一只吧？不是哦，就是那个像我这个有穿墙嘛，那个弓箭就是增加那个98攻速的那个，然后如果攻速插在弓箭是两倍加速嘛。加90%速度，变弓箭就是180%攻速。是故意按久一点的。280，我怎么记得以前只有180而已？还是那是戈尔登的？对吧？还是因为它是手法快？因为我不记得以前有那么多子弹。你打太多掉也很麻烦了。说真的，你现在子弹是花不完，没有错了。但是你到那个越打越后面的时候，你子弹喷超快的，一下就没了。我就打到我阵亡看看啊，不行，因为我现在要那个节点要往前爬。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那个黄金肚子的那个 boss 包在哪里？以前都在 T4 嘛 ，T4 你一定要遇到他。我的小枪还是一样配 block 而已、啊，万用小枪啊，远距离一样很痛、啊，近距离更痛的，一个散弹，这小枪算散弹的。啊，按错了，你要去外面按第一招把它打掉。刚刚他打我怎么这么痛？我看一下。也还好啊，我这一支算很硬的，我的那个 armor 我给他，哎呦靠，我 armor 790的样子，我给他加，他的 armor 比那个他的那个防御哦，比那个 Reno 还高哦 ，Reno 好像单 Reno 单那个单防御好像才90啊，150吧。这一次好像我也不晓得，反正加一加这有790吗？我也忘记了，搞不好没有。这一次我故意不打死的话，他头会飞起来。不飞哦，不对嘛。而且他模组还是到了那么久，头都分离了，模组还在那边，都已经两年多了。现在不止哦，2013年这个游戏开始。我靠！是2013年开始哦，我记得很久了。我刚才想说哦，讲那么多废话要怎么剪影片？讲那么多废话要怎么剪？不好剪。感觉是重点又不是重点的感觉，为什么我会讲的比较没有那个，
讲的那么跳脱，是因为他那个新的掉宝系统，我自己也没有研究得很清楚。我只知道说，你装备那颗球去他指定的任务，然后就会掉以前，就会掉那个掉装备。然后我们这个游戏掉装备就是在刷，像我身上这个枪啊，还有身体的战甲，就是在刷这些东西。我们就是在刷这种，就看他每三个月或四个月他的那个新的东西是什么咯。像现在这新的一季，他是掉那个 Oberon Prime 嘛，然后还有 Oberon Prime 旁边是什么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新的战甲是 Oberon Prime， 其他我不知道，武器啊、副武器还是什么的，不知道。他每次他就有三个嘛，三个可以刷。现在越来越猛了，反正割一割好了，没再用。那个哦，对，上次那个神殿这个雾雾的哦，我关不掉，我不知道怎么关了。这雾雾的我不知道怎么关，反正看在视觉上看起来很不舒服。子弹又满了，然后你又开始乱打。这把枪撑不了怪物等级，好像到差不多二十坡开始上去就打不了。我通常不太喜欢打二十坡以上。就算你钥匙以前钥匙不够，我可能会这样子打，可是会一直打到那一轮打完，就是你掉宝率又再重新刷一次，我是不会这样做了。我是因为防御的钥匙真的比较不缺，最缺的比较是生存，所以生存我可能好三十分钟掉了，三十分钟到了，然后他没有掉我要的东西，我会继续打到六十分钟，甚至九十分钟都有可能。可是你越打越痛苦而已，因为怪越来越强。像那个怪物打不下去，就是有这一只啊，在旁边 cover 他的血量。他还没死哦，我的那个小咖的。因为我是单机啊，所以我被雷射敲到，我是直接死掉了。如果你是跟别人玩的话，因为上次我被敲到嘛，我直接死掉。那你如果是跟别人玩的话，你只是暂时躺在地板，人家还是可以把你救起来。其实他改这个也没有说不好用，就是那个 Ctrl 加跳这个跳跃，也没有说不好用，蛮方便的啦。如果要直接从什么地方跳哪里的时候。只是他有些卡片很好笑，什么你浮在空中的时候，你的小枪伤害还是什么什么伤害增加的那个，我没看仔细，一看就知道就是你不会想装的卡片。看一下是不是都在给那个球啊，不然神殿要干嘛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都在给这个球。他们好像叫什么地缘吧？现在连火箭兵都还没出来，你看看。有要用到三层的地图不多了，而且通常 fast， 如果你我们工会还蛮少人在玩 fast 的，大部分都是。直接开 Lucky 过来最快，你缴械比用这个好玩多了。缴械，然后怪物两只，一只也可以啊。有时候看另外一个人要不要帮忙、啊，不然我玩防御，我大部分都是选 Lucky， 然后选 Lucky 的时候，缴械到中间大家一起来杀比较快。这是我之前的打法，这个会帮忙减伤，很讨厌。所以他都给，现在都给那个球了。就看得出来有点打不下去了，怪物都变得很硬了，就算一直暴击四百多也没屁用了。
打到后面哦，你要用炸的，讲真的。炸了才是王道啊。啊，炸一炸之后，你也差不多要离开了嘛。你也可以玩纯技能的 Arch 或是 Escape 这两只。你不要给我选那个什么 Coma， 然后让人家进来你很屌，然后给我用那个什么增加你的防御，增加你的攻击，然后你只带一把30层的刀，你就跟进来跟人家玩。哦，真的是有时候看到那玩家整个，他很明显他就是小枪跟大枪全部零等。啊，我就知道他干什么了，好像大枪离等，然后带一把刀，然后他要选 Coma， 他就是怕说他砍下去不痛，然后他来选 Coma， 你知道吗？哦，对哦，上次在实验室研发的东西也差不多，等一下来去回收一下看看。这一支真的很靠腰。因为到时候你去跟别人打，其实也不用带到这些武器了，比较很少机会会带到玩具的武器了。我觉得跟别人打就直接带那个比较痛的，因为现在的人会要求什么枪，我不确定。哎，搞不好也没有。这应该就是现在更新的那个新版的那个融合核心了。现在都靠那个升级啊。